待会的活动是5点到5点50分，都是报到时间。那报到时间后，大概6点会准时出发。哦，我的肚子在叫了，还有点饿。那我们就穿完车衣着装，我们就来吃早餐吧。我们已经来到3275了，待会我们准备要到前面报到。欸，现场超级多团的，不止我们这团，超级多，就是各种社团 EMBA， 我看到超级多，报到去。耶！我刚那边排队排很久，想说我要就是那个报到，欸，结果我是先里面。4小时列车，而且不要不自量力，跟前面太快了。但是4小时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快，但是没办法，他就是追一台列车了。我现在现在南投的天气其实还蛮凉，大概可能23、22度，因为还蛮早，现在才6点整，超级多人，出发 ，Go Go！快到人质关了，哦，才16公里就已经有点喘了，决定等一下不能跟这台了，要下车。17公里左右，刚过人质关。然后目送4小时列车离开，太喘了。啊，踩自己的节奏，80%就好。刚都90、100。现在海拔已经突破1000了，我也正式跟4小时列车拜拜，因为太快了。那瓦数的强度大概已经是我的90到100，所以我现在要先缓慢一下，骑自己节奏，不然可能会骑不完。目前距离是20公里。
超一小时了，要吃第一次补给了。看有没有平一点的路。不要离车队。现在距离大概是21公里，里程还有30公里，32、31左右。现在大概一小时，现在骑车时间大概一小时，脚有点麻掉。哦，刚四小时列车真的很快。下一站我们要直接到那个小七，小七，那个什么小七？最高小七，大概还有7-8公里左右。OK， 准备出发 ，Go Go。目前海拔已经是1900了，哦，真的是有点崩溃。哦，不能弯，而且骑到这里已经有点肚子饿了。等一下，下一个休息点是翠峰，好饿，吃一下。好，出发了，继续往前。接下来下一站，翠峰。漂亮，出发！哦，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啊。目前已经14.12公里了，我们已经骑了33。啊，等一下就要进入山路阶段，这一段就开始比较难骑了。刚那一段中有一个下坡，蛮爽的。然后现在海拔已经到2000了，温度其实蛮凉的。下坡的时候会有点冷。下一站翠峰，大概还有2-3公里。我现在的脚已经是很疲劳的状态，回转速踩不起来，频率很慢，只能这样跪上去了，受不了，爆炸。好酸啊！哦 ，shit， 这五里初体验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，脚超酸，快爆炸了。最后13公里，先准备一下，等一下才骑得动。现在已经到翠峰了，39公里，目前骑乘距离海拔大概2200，还剩最后13公里，哎，很爆炸哎！13公里感觉很短，但其实是要骑两趟风柜嘴。啊，快抽筋了，加油！而且开始有点头痛了，海拔开始上升，气温下降，
伸展一下，继续出发。我们现在从翠峰出发，要往鸳峰，无敌美景，配上爆掉的我，完全爆掉，脚好酸，受不了。爆掉了，好累，脚快抽筋了，还有十一公里，手也麻掉了， Go Go。剩十二公里了，快到鸳峰。哦，阿根教练说看到鸳峰，代表剩下七公里多，剩下最后一座峰贵嘴的概念。但这边的峰贵嘴是海拔2600的峰贵嘴，很不一样，超级漂亮的。我们竟然从山下骑上来啊，太不可思议。3小时45分，只有2.5公里，快爆炸了！今天好漂亮，现在是连续法夹弯，快到蔡鲁格国家公园，好饿，全身都没力，快抽筋了，全身麻掉。好，加油，还有2公里了，到了最高休息点，看，啊，最后2公里。从这里上去到五岭，已经看得到牌楼了。2公里，头好晕，休息一下。它有个国家公园，现在的距离已经是剩下2公里了。然后我已经使用了3小时59分左右，快要了，快要了。最后一段，这边拍一下。为什么要拍一下？山顶见。Thank you.
终于到了，厉害！好累啊！哦，教练来了！天啊！啊，这教练！啊！这个是感动，感动！好累啊！耶！我的骑乘时间4小时10分钟。你小姐拿你的手机，我赶快拿。这么累的时候还可以讲话，好累啊！我跟你讲，最后这一段超崩溃，跟跑步一样累。但比跑步更累的是，这脚踏车怎么那么重啊？停下来就直接下坡滑下去。哦，我肚子好饿哦！我现在只想去吃一堆 Seven 的垃圾食物。我的骑乘时间4小时10分30秒，总共53公里。然后我们要下好到补给车那里。平均的配速是12公里，那个最大有到46。我的瓦数平均159。好，天气阴阴的还不错。跟我预设大概我自己的80到90%差不多，可是我前面跟到那个4小时列车太快了，有点爆炸。然后我最大的瓦数有到800多，然后哇，总共做工做了，我看一下，标准化功率172，总算是达成了我的屋顶初体验。这段路真的是超级可怕，我觉得还是要练，不要像我这样没练就来，真的会骑不上来。我在一路这样上来的时候，前面跟了4小时列车，到后面根本就撑不住爆掉，我就骑自己，大概 FTP 维持在80到90之间。但是我停蛮多次的啊，我们的总时间大概是4个半小时，然后骑乘时间是4小时10分钟。还好我这次来参加有换上那个 VSA 的这个压缩大盘，我跟你讲，不然这个上坡根本骑不动。我都换到最轻档咯，还是真的很爆炸。还好完成了4小时10分30秒，希望一个月后我要来参加剑道武林杯，成绩可以稍微再突破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来挑战武林的这所有过程啦，希望这种影片你们会喜欢。下一次还会再来，但希望可以进步。好，我是你的教练 Joy， 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